哎，那去哪里啊？干嘛？搭车吗？我不搭。不搭？不搭。不搭。我的包啊！苦啊！我的包！哎，这不是三妹吗？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干嘛呢？大飞。是啊，老同学啊，怎么抱着小孩要去哪里啊？我顺路，我免费带你去。本来想回娘家的。我离完婚回来了，我刚背有一个包，那个离婚那个得的那个钱都放在包里，刚被一个人给抢走了。抢劫呀、啊！哎呀，现在光天化日还有这种事情啊！抱着小孩我又不好追，我追不上他。你跟你前夫怎么回事啊？叫那时候叫你不要大外省了，老同学提醒你，你也是的。他。带着别的人回来了就不要我了，生了小孩之后他又嫌弃我黄脸婆了，就不要了，把我赶出来了。哎呀，怎么找到这种男人呢？也真是的。那现在我的命咋那么苦啊？东西都被人家抢完了。抢完了，我的钱都在包里，现在就剩个宝宝的衣服跟我自己的衣服了。哎呀，这么可怜呐、啊。哎呀，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这样吧，你一个人回娘家，又要带孩子，又没有钱，那样你也过不了啊，是吧？这样，我认识有很多那些有为青年的，我给你介绍一个，让你成个家，以后小孩也好照顾啊。总是我这样子去行了咯。可以的，你看身材那么好，是吧？我怕人家嫌弃我还带个小孩呢。不会的，现在中国3000多万的光棍呢，是吧？买一送一，很多都求之不得的。那也行吧，看在你是老同学的份上，我也相信你。我不会骗你的，你放心吧，好吧？好吧。来，帮我拿行李。哎呀，你回娘家的话，这样人家也会嫌弃你的。哎，我也怕，可是我也没地方去啊。真是的，哎呀，怎么嫁到这样的老公啊？哎，命不好，真的是替你可惜啊，三妹。看走眼了。哎，来上来吧，那就直接去了哦。怎么现在这个年代还有抢劫的？坐好啊。好了。这里了，三妹。哎呀，这里啊。是啊。三妹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要看这个家庭这么破旧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他老爸的话，以前呢是去外面做大生意的，留有很多钱的。那个人叫老三，他平常时也跟我偶尔开开摩的，这样子的。这样子。是啊。那没事啊，条件虽然说不怎么好，但是生活过得去就行了。是啊，有个家的话，以后对小孩的成长也好一点啊。是啊。那我敲门了啊。行吧。啊。老三，王毛三，王毛三，王毛三，谁家啊？哎，四叔。哎呀。哎，王毛三在家吗？不在啊，出去外面了、哦。是这样的，什么事？我跟王毛山是同事，我刚好我同学呢，啊、想找个门口啊，所以说我介绍给王毛山。是这样吗？是啊，带一个美女过来介绍给他。他人呢？刚出去没多久，等上我打电话要马上回来。这样啊，出去了、啊？出去了。哎呀，那行吧，先去喝杯水，坐坐，凉凉先。太热了，好吧。啊，好吧，来，进来，三妹，来。
来，进去，不客气啊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进来进来。啊，好好，慢点，过来坐一下。来来 来，坐，不客气不客气。怎么坐坐坐坐？哎呀，你老三也是啊，怎么一大早就出去了？哎呀，年轻人没有一个脚在家，我打电话等一下就回来了。哦，先喝杯水吧。好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师叔，这个三妹呢，啊，是我同学，人呢很本本分的啊。我跟你说，她是结过一次婚，你应该不会介意的啊。哦，结过一次婚啦？是啊，她是被她前夫抛弃赶出来的。怎样的？是啊，离了婚了。哦。现在自己一个人带着个这个小孩也不方便。理得清楚没有？理清楚了，那个离婚证都领了。哦，这样可以可以。是三妹呢，是我同学，我都很了解的。哦，很本分的一个姑娘。我不介意。就是因为之前不听劝，嫁外省了，现在回来的话，想刚好那我遇见她，就叫我就带过来，说这是要临近的。对啊。邻近的互相交应好一点。是啊，哎呀，他还说回娘家了，现在带着一个孩子回娘家，估计也会说你的，你爸妈。是啊，我都没有跟他们打过招呼。嗯、我楼上那么久啊。哎呀，哎，老爸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是啊，楼上你跑去哪里去了？刚才出去搭货了，搭货了。来来，坐。站起来，抢我的包。他。啊。什么啦？真，你看错没有，三妹？这个就是我的包。没有，不是的，这个是我。里面还有我的身份证，你自己拿出来看。我趁机买的，大伯，你也。老三，我们是同行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啊？快点回，我都认识你，戴着个墨镜。过来，我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人家身份证。哎呀，我里面。身份证也在。什么原因？银行卡也在。今天赚不到钱就。真的是哎，哎呀，老三呐、啊，我刚想说介绍个美女给你认识，你倒好了，怎么做起这种勾当来了？来，小妹拿着，看那手没有少东西。啊，什么人？哎，老爸，老爸，不要打。还好东西都没在，也没拿走。你什么好学不学？你学人家做黑摸的啊，还学人家抢劫啊？你也知道今天的行情。比较难做、啊、难做那么低，一天有时候一天有个一天没扣，那是正常的啊。你也知道这些钱是我离婚我老公赔给我的，要给我养小孩用的。怎么、哎、老爸真的是你怎么这样子啊、哦、丧心病狂啊。你不要生气啊，叫叫不生气。老三啊，我跟你说啊，真的是大水冲到龙王庙了，本来说介绍个美女给你认识做老婆的，现在倒好了，你反而抢劫、啊、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手脚不干净的人我不会要的。哎呀，反正你的钱也是我的钱，我的钱也是你的钱、哎、不是你的，是我前夫赔给我的、啊、你做人哪里这样。 你这样那还年轻，万一家属里面赚了十年八年，老爸脸是哪里哭。是啊，现在老三人证物证，如果打个电话报警的话，你估计做个十年八年了、啊、你都那个。哎，大飞，我还是很年轻，是我教死无方，那以后我尽量叫好，不要报警，我还是很年轻，求求你了，好吧，拜托你了，好吧。哎呀，没事师叔，只要你知错能改就好。老三之前我真是看走眼了，我以为你是同行，给你介绍个女孩子，现在好了，做起这种勾当，以后啊，别说我认识你，师叔教育好你的儿子。哎，三妹，我们走吧。都是我鬼迷心窍啊！哎，多今天就放过你，多香谅解啊！老三啊，哎、呀，以后不能是这样，明白吗？不能贪小便宜，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老爸。是这样的话，我讲过打断你了。哦，不要了，滚去做饭。啊，知道。现在这样，老爸。哎，教死无方，真是哎。哎呀，那是气死了。嗯、大飞本来以为咱们是老东西，我以为你能介绍个可靠的。
哎呀，都怪我有眼无珠啊！这个老三也是的，以前跟我一起烂磨地的时候，人还好说好说的，现在倒好了，估计出去多几天了，学快了，学人家抢劫。哎呀，我也是服了他。好在我这些钱拿回来，不然我不知道拿什么养我这个小孩。哎呀，没事就好，还好追回来了。大飞，我见你为人那么正直，又那么善良，人品又那么好，有没有结婚呐？我啊？是啊。哎，我们是老同学，我也实话跟你说吧，这些年呢，我拉摩的也没赚什么钱，哎呀，也没有人介绍女孩子给我认识，所以说到了30多岁了都没有结婚。哎呀，虽然拉摩的穷了一点，但是生活过得去就行了，是吧？一日三餐都能吃饱就行了，不要求大富大贵。是啊，可是没有人喜欢，没办法啊。要不我跟你了呗。你跟我啊？是啊，你嫌不嫌弃我带一个小孩？不过我这个小孩是女孩。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我怕那些同学那些都会笑话我。笑话什么？我们就说这是我们生的，我们不说没有人知道。我只要看你人品好。哎，三妹呀，我也想给你一个温暖的家，可是我这个条件我怕辜负你。没事，穷一点到时候我们两个人一起奋斗就会有的。那你确定跟我吗？你嫌不嫌弃我们母女俩先？主要你不嫌弃跟我吃苦的话，我也不会嫌弃你的。我放心，你放心，我能吃苦。我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够勤奋够勤劳，总有吃的。哎呀，那好吧，这样吧，那就直接去我家啊。真的？是啊。那好，哎呀，那到时候找个时间回去见我爸妈。那行那行，反正这都是缘分，兜兜转转的话，老同学我们都走到一起，是吧？是啊。哎呀，来来来来，上来吧。好。哎呀，慢点哦，我这个车有点烂啊。没事。哎，那到时候我们再去你家去找你们父母领那个，找那个户口本重新领证啊，是吧？可以啊。啊，好吧。